之浊点，有点菱形的样子，撇，然后方方硬硬的，这里面的笔画也是方方硬硬的，只不过它的方硬中带有点粗细，哦，不要把它写到没粗细，哦，粗到细，虽然有点崩坏，看不出来。那最右边的点，为了要平衡，所以它压的比较长。书的话，则之前有出现过一次。最长的话，右边伸长，哦，这边笔画通常会蛮长的哦。然后这个横画就注意间隔，但间隔还注意长短哦，要有长有短，不要都一样长。然后书的话，现在这个笔画古代有穿过去，就穿过去，好，写下来。那底下要把上面撑住，所以它写的还蛮开的。啊，张角，然后中间可以不用粘住，啊，最后的地方再绷好。那这里面的间隔的就，哎，看起来是差不多的。是，又是残掉了，不过看得出来这一横不是很长了，介于中间。那但是这里缩紧，啊，中间的这个笔画，这个都缩得很紧，所以既然缩得很紧，这横画的间隔都要一样啊，是。折进来变细，然后这里要有长有短，有长有短哦，笔画都是这样子。然后是，这是一个竖钩，然后这里勾的蛮长的，可以勾开一点。布的话斜过去，加点粗细，嘿，然后撇短，竖长，点斜，嘿。可横画细，后面变粗，啊，要有点粗细。那口要靠前面，折，把它写得方硬。然后这个接近中间点落笔以后下来，写得非常浑厚，饱满的挑出去。使这个笔画倒是平了，再飘出去。哦，这个很凌厉，从尾巴末端开始写，而且有弧度，垂入收笔。横画很短，然后再来这个中间的间隔要抓好，哎，这个一二三三个间隔，那这是直撇，但它上面伸得很长，一定要注意这个伸得很长，然后后面这里写得很短，而且弯得很快，然后这里伸得很长，开始往下降，把字给压下来，送出。国有点凹，内凹比较好看，过来。折下去也有点裂凹比较好看哦，凹进去再凹出来。那中间的国要开始统一分配，不要太过去，待会有点了啊，很多人都搞不清楚，都不想好。那这个是撇过来，然后再加这一横啊，那中间间隔要搞定。那这是右斜勾，看起来有点糊掉，但是应该有粗细的吧？好撇，然后这是地方塞就这个点，所以这个地方空着是要给这个点用的。最后再把这个国给封起来。哦，那后面通常都是稍微碰到，露出一点点缝，哦，感觉有写字的感觉。